今天教大家一个超级简单的小手手画法，首先是画一个梯形当做小手背，三角形用来连接大拇指，指节部分用这个小梯形，类似小长方形代替，一节一节的画出这些小指头。接下来就是拿出自动铅笔，把这些小轮廓线加深深，就是使劲的涂深深涂黑黑。完毕以后，拿出小橡皮擦去这些辅助线，通过画小长方形的形式画出指甲盖盖，每一个都要画出来哟。小今天稍微揉擦一下，就像这样搞定了，小老弟双击。